我安得早，时间3:32。呢个已经是第5日的3:00，跟住我就望到有人就发起，知第日夜晚阻人收工，甚至 IG 都望到好多人都话，本人诶作出一个声明，佢呢个咩声明呢？呢个声明就系话，就算依家生活几不便，本人绝对唔会埋怨示威者，更加唔会同示威者割席，请政府死心。即係呢一句我講得都有啲搞笑，我都唔知點樣講。如果啲突發情況，你會唔會就話唔會埋怨呢？例如就係成班示威者喺你屋企樓下，假設啫，喺你屋企樓下就係縱火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放火。咁影響到你，咁你又唔係話仲唔會埋怨示威者？甚至遠處啲人縱火叫囂，咁係咪就咁係咪都係埋怨咧？係咪有得佢影響你？佢哋你話心諗佢哋抗爭緊，你受苦都係埋怨。呢、这個70歲嘅外國清潔工，佢琴晚11:00已經過身，跟住警方列作謀殺案處理。咁、那個個睇一聽到之後都好嬲，話依家示威者都變成咗新一代嘅殺人兇手。依家慘到連旅行都冇賣，心諗旅行一個學生得一次啫，點解一個個美好嘅時光你都要冇賣啊？雖然旅行就變得上堂啊，即本身話旅行可以去 happy 咁玩下，但係相反淨係翻去上堂。因為你都知啊，個交通嘅唔方便，咁其實依家都唔知嘅。但係相反，唔知星期一會點咧？星期一個交通會唔會又好翻啲咧？如果交通好翻啲嘅，咁個個都翻學，甚至教育局都會宣布星期一復課，因為諗下冇理由永世停課啊，咁你永世停課，咁我冇曬翻學時間，甚至基本上對於我哋中六學生嚟講，連最尾嗰最尾30幾日，即係一個月嘅時間都冇埋，即係我哋點咧？我哋12月最後一個月，跟住加埋1月，坦白摸卷就得翻幾日嘅時間，跟住之後就放啦。因為放嗰啲期間就係我哋嘅 DSE 温習週一個月嘅時間，2月3號到3月20號。依家街上面所有的交通燈都冇曬，因為附近個電箱都俾人燒咗，甚至電線俾人剪斷曬。
即係我覺得而家出街都唔方便，唔係都唔，雖然話可以唔方便，雖然就唔方便，但係只要你對於你過馬路方面話，所以交通燈冇曬，你睇車算數。唉，依家摸新聞到底一連串嘅事件嘅嗰個叫咩堵路啊，社會個局勢啊，到底會有咩影響？我睇到新聞話嗰啲建築工人已經成幾個月都冇，即係失都而係失咗業，冇嘢做。跟住而家就話，即係學生嗰個行為，即係大學生，跟住搞到嗰個名譽受損啊！話住喺香港嗰啲外籍嗰啲，包括加拿大、美國啊，跟住內地嗰啲大陸嗰啲畢業生啊。都全部都係離開曬，我覺得好似走難一樣。甚至依家都，我估將來，唔好講將來，應該係話下年我哋中六之後，如果上咗大學嘅話，會唔會話間間大學都會有啲風險嘅？因為都係受呢啲嘢影響啊。然之後話城大多個地，城大即城市大學啦，嗰度多個地方就話遭受大規模破壞，跟住城大報警處理。心諗民主派嗰班人就鋪呢個文出嚟，就話城大報警處理咧，跟住個個都心水清，到底點解會俾人破壞？應該係嗰班示威者破壞嘅，唔係應該係直情係，因為。除了入到城大之後，邊個仲識破壞？所以話，我覺得你咁樣只係自己殘，即係話自己足自殺嘅啫。我發覺政府成日都好中意，成日都係得個譴責兩個字。雖然佢話政府予以強烈譴責，最嚴厲譴責。雖然話嗰個字樣，佢話嗰個力度比較大啲，但我心諗，無論你嚴厲譴責、最嚴厲譴責，定係話最最最嚴厲譴責，你都係同一個級數嚟嘅，冇分別。即係好簡單，嚴厲譴責。可以話100%，但最嚴厲譴責都會係100%。但相反，最最最最你哋幾多個最一萬個最好，無限個最好，都係100%。咁所以話，其實你講好多個最字都係冇用嘅。但到底係咪真係有做過嘢嘅啫？即係話唔好得個譴責兩個字，個個都聽嚟厭曬，甚至政府嗰句口頭禪。話特區政府對於呢件事全部都背熟曬。